天星斗，赞成馒头花，红颜人良家，荆州银河花，谁家娇女却桥上小鸭，是他呀，看看人间的繁华，抛下腰片天真小巧呀，热闹群时呀，灿烂如水花，看那烟火燃尽春风啊，清风呀，吹动着无数繁华，睡在夜中温暖一小鸭，程兄，是我不对，可我之前是真的不想娶别人，所以才告诉你我要进无情宗的。可现在他又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怎么可能再错过他呢？你忘记大师兄当年是怎么死的了吗？我跟他情况不一样，总之这件事情就别掺和了。那万一你们要是和离了，孩子可是会苦苦一生的。我跟他跟你爹娘要不……程兄，你就成全我这一次吧，算我求你了，程兄。我保证，以后每年给宗门捐一大笔钱，并且安心侍奉师父，直到百年。我也会找人好生款待你，等我成了亲回来，一定亲自给你送往啊，再找人八抬大轿送你回宗门。我走了。哎，李兄，你听我一句劝呢。这个背叛宗门的东西，你们看紧点，千万不能让我师兄跑出来。是。抓住他，他在那儿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不要动情，更不要成亲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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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阻止李兄成亲的。都嫁？这玩笑开不得，我只娶雨柔一人。程兄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啊。哦，是安老爷让我来考验一下你的真心，说是你这关过不了的话，那这个亲事也就作罢了。他不是你的小厮吗？怎么变成程兄了？哎，实不相瞒，他是我朋友，那天特殊情况。哎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我永远站在真理的那边。行了，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不然该错过及时了。没事，我之前为了陪雨柔练习特地学了几招，你放心吧。多加小心。来吧。第一题，如果你的母亲和你的娘子
一同掉入了水中，而你只能救一个人，你会选择救谁？第二题，若是安娘子成婚之后依然要行走江湖惩恶扬善，你作为夫婿该如何自处？成婚之后若生了女儿，李官人作何感想？若是没有子嗣，李家是否会退亲？成婚之后能否离开李家自力更生？说呀。长兄，今天这么多人给个面子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怎么给你这个面子？这是安娘子特别想知道的问题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。这人倒是有趣，敢挡我姑奶奶的财路。我今天呢是来帮安娘子的忙的。怎么办呢？想想办法，说说。你不是带了全部身家来的吗？全部都交给安娘子，这样她就会有安全感。听我的，肯定行。今天有件东西想亲手交给娘子，这是我的私印和全部家当，从今往后李某的一切任凭娘子处置。就抄你的点子怎么了？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便感觉你既正义又勇敢，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中豪杰。我深知你向往广阔天地，希望锄强扶弱救济百姓，我李某绝不会折你羽翼。我李建深今日对天地立誓，今生今世一生相随，如有违背万劫不复。说得好。还愣着干嘛？赶快扶我上轿。安娘子，请新郎为新娘上轿。是你逼我出绝招的。李官人，走啊！我这腿怎么迈不动啊？那轿子愣着干嘛呢？抬进来呀！这怎么成个亲这么坎坷呀？难道是这老天爷觉得你们这段姻缘是孽缘？长兄，就是这人在捣乱。你就随我去吧，你干嘛整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找别人，过来。他怕女色，你撩他我就能走。赵冰刃，你坚持住啊！转